Free the press! Free the press! Abolish KDN! Abolish KDN! Free the press! Free the press! Abolish KDN! Abolish KDN! 非除媒体恶法，听人民说真话。今天我们来叫这个备忘录主要是因为今天是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这个日子哦。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媒体紧缩、日益紧缩的马来西亚这个现阶段呢，我们能够传达我们本身的讯息给这个国安部。所以我们有提出几项诉求，包括废除这个印刷与出版法令哦，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的报纸都要拿这个每年都要更新他们的出版准证。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进步咒哦，所以就是他们要很小心翼翼来在这个媒体的事业上面要很小心翼翼，所以每年如果有一些错误的话，可能他们就没办法更新他们的准证。今天三月呢，他接到个电话，他说你现在对不起啊，你的栏呢不能够再写下去了。那我就问他们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不能够再写，那他们就告诉我说。 很对不起啦，这个是上面的指示啦。我说是什么部门？他说我不方便透露了。那么我说，那么这个你不方便透露，他们有没有给你们黑白的指示？然后他说，通常他们不会给黑白的指示的，他们会通过各种方法告诉你说，我们每个公民是有这个言论自由，写作者有写作的自由，这是我们的权利。然后如果我们写任何东西，如果触犯法律，当然我们要负后果，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拿掉，我们的权利，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是，我就提出说，报馆应该要维护我们的权利了。那报馆说，因为我们的 KDN 还没有拿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恶法。如果 KDN 每年要拿一次准证的话哦，不拿掉的话，那么报馆的自由是绝对没有的。现在我们要要国安部或者是其他有关的部门要澄清，他们是否真的有指示要我们不能够写。如果指示我们不能写，这是不是合法的？我们认为他们是不合法的。 啊，那么他们一定讲没有，我们没有这样指示，但是没有这样指示，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够写了。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讲解决了。我相信，报业的人最应该要关注这个问题了。我的专栏最少是4个被下令停掉的，2个是因为抗议政党控制报纸，我们自己停掉的。收购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一直等待一份新的报纸。 后来，《东方日报》出现的时候，最少有100个人问过我，为什么你没有在《东方日报》写专栏？大家都以为，既然《东方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前《中国报》的人，那么这个前《中国报》的专栏作家应该也在《东方日报》写。我可以告诉你们，《东方日报》的高层告诉我，我的名字就写在他们的准证里面。 作为他们得到准证的条件之一，有6个人是被禁止在《东方日报》任职的。
其中一个人就是我，另外五个人你们自己去 find out 了，你们新闻界是很灵通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谢谢各位。